nuestro sistema de emergencia es que气候变迁啊，大地也不宁静哦。昨天在智利呢，突然之间啊，规模8.2的地震一发生，大家都很惊慌啊。第一怕的是海啸，所以呢，要大家呢撤离。 赶快往高处爬，在太平洋海啸中心啊，也发布出了信息，也要夏威夷啊，要提高警觉，怕夏威夷也会有海啸的警告啊。同时呢，这个海啸呢，也是担心哦。 在台湾呢，会不会发生？所以，这都是呢，我们要常常说：天盖之下，地在之上啊，我们都是共生存的生命啊！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智利离我们很远，你看它一波的。 地震啊，已经牵动了多少的国家，怕的呢，在这样的海啸会波及到好几个国家的警告。同时呢，这一震在玻利维亚也感受到啦，秘鲁也感受到啦，所以啊，土地呢。 就是连一片的，常常都说，虽然呐、啊，大海的阻隔，其实呢，那不管是高山、大海、平地啦，土地呢总是连在一起，这叫做地球啊，这种的在5浊2世啊，三。 大三小的灾难哦，一波波的啊，都是呢不断对的。我们世间地球呢，还慢慢都有感觉到，也有看到了，在这联合国也发出了这样的气候不调和啦，全球呢总是会。 受到了这种缺粮缺水的，是全球人类呢无法避免的哦。所以啊，一波波的科学已经都爆出来，让我们很清楚现在的世间生态，还有呢未来的预测的生态，其实啊。 几十年前，那科学家没有这么说的。以前回顾到了30、40年前，嘛是讲过了《法华经》啊。当我那个时候在讲《法华经》啊，谈到了解剖，我曾经呢在说起了这样的经典啊，人类的消失啊，还有呢地球的。 消失啊，等等，那个时候的《法华经》的哈，虽然讲的不很长啦，哦，差不多另外一时间《法华经》啊，可是呢，但还记忆很深。那个时候也一直呢提起了大小三灾，不过要做你讲啦，那个时候没有科学。 来证明啊，那越来越来呀、啊，一路的已经感触到真正的呢这种的生态呀、啊，啊，一直印证了啦，所以我们要时时。
提高警觉哦，也看到了伊波拉这种的感染病啊，这一波啦，这样的伊波拉的这种病情哦，真的也是很可怕。这种的没有药可医的哦，要如何呢能遏制这个病的哦，让它不要再发生？唯有就是要保持很干净的，而且呢，就是不要再去接触到野生动物。Commence consiste en premier lieu à ne pas consommer tout ce qui est rongeur susceptible de propager la maladie. Les rongeurs, c'est les agoutis, c'est les rats, c'est les chauves-souris, c'est la viande de singe crue qui malheureusement se trouve consommée un peu en région forestière. Ce sont de, 都是因为众生啊，贪口欲哈，那也。应该呢，人类啊，总是呢吃尽了天下的动物啊，那么这个动物的身上的病菌啊，就这样从人口入，就这样的发生哦。那真正是看了真烦恼，啊，要安怎去预防呢？还是要从人的心啊。那就是要自可欲、哦、要这只这个口欲啦，口欲呢，卖一直贪要吃肉，一直贪要呢，这个滋味其实呢，素也对人类呢很健康的啊，又是呢很干净的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应该呢。大家都要该觉醒的时候啦，要尊重生命，保护生命，那这应该都需要有。看看现在联合国也都一直呢向日本提起了，不要普京哈这个惊喜哈，不要再去抓。其实呢，从这个。三年前啊，日本大地震啊，那当中我们常常提起啦、啊、那样的沙焰，而且呢，因为核能发电，海也受了污染啊，鱼在那个所在，人还是在这样的继续捕鱼哈、哦。明明他们也测出了这鱼鳞顶呢也有感染到。核能的，所以警告不要杀，不要吃。可是为了利益呢，还是杀。其实啊，茹素不都是很好吗？常常听到的都说，素食了后啦，身体呢健康多啦。第一个，我的睡眠会比较好睡，不容易做梦。但第二个，就精神会比较好。然后十几年前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啊，所以现在才知道说，原来这个就是因为体质太过酸性的。很多的杂病哈、哦，但是因为素食了以后呢，那、啊、健康呐、啊，不管是过敏性的，不管是哦等等哈、哦，我们应该呢要让我们的天下呢。都能和平共处，那飞的让它自由飞啊，地上走的让它安心走，那在水上游的呢，让它呢安全的海阔天空啊，那地上平安呐、啊，让这样的所有的生灵哈、哦，一共四生嘛，有千万种的。生态我们都要彼此尊重、哦、总而言之啦，看到了天灾、啊、这四大不调和，大地不调和，智利的一个地震呢、哎、已经波及到邻近国家呢也有感的地震，还有呢这种的海水啊，
海啸也已经呢通告到了夏威夷等等那几个国家，同时呢台湾的也有小小的这个波浪啊，这都是海洋提出的警告，果然呢都有这样的。总而言之，天地之间啊，同一片天啊，同一片地啊，我们人与人还有呢人与一切的生态，应该呢要共生息，尊重生命，这样才能缓和啦。这种的气候变迁啊，总而言之呢，只是一念心啊。人将一